道中寄河豚能过吗？这个很难过啊，每次遇到都不会过，天狗也是。跳跃。河童宝宝冲过去吗？没有，失败了。气台。集中 A3 超高血来了。看能不能再开一下哦，让我们进去大盘正午玩一下，停回来。没什么讯号，哎呀，马上打架，感觉就不会开，没 feel， 妈的，有没有俩公？红莲。没有，倒了超高血，假高血。有，哈雷机车，哎，上面彩虹，啊没有，我这边拍变彩虹，哎，原来是后面的灯，我后面的那个灯这边变彩虹。对啊，那个不可能不过，不过我这边有录影存证。打台，结果欧白呀，五哥会帮你抓黑吧？要不要抓一下？五哥很会抓黑吧？五哥要抓黑吧了，黑吧手五哥，哇，大只，那帮别人抓都大只，自己玩都黑吧，奇怪了，我看差不多是五哥一直欧吧，神奇。阿公啊来了，有特殊的再来拍。看卖安怎冲标？无啊，一只当。啊，一只海当冲标。哦，有无啥会听？我都袂听。真歹，真歹，我好当心，超久的，可以爬起来，你就错赛，谁叫伊的宠物把你养死？哦，小公没有立下的，不是，也是赢了。最后一关的网，成功打败。我都没听。
这个阶段了啊，不久了才有新降噪，新组合的特色有那个啥呀？啊，昨天是考虑到哪种类型的机台的加入了，然后看从机台的最长价跟最长位置了啊，未来几天、未来几天呢，咱们两台不要了啊，将会加强体力、加强形式了啊，哪个人台来啊？让台风更有把握的来上台啊！啊，那这个什么台的同学，全力上市了。麻烦一下，今天给主持人带好了，务必先找一下我们大家参加的小小游戏规则啊！啊，请大家来平台呀，啊，不要走到平台呀，啊，请大家请过来的同学啊！如果有要挑战的平台，麻烦一下，从我们的保存下来啊，以免造成不必要的消费规则啊！哇，请到欢迎我们人海两百位来参加的同学们啊！麦总局公司的副院啊，我在做这个答案啊，我们把下放出来。他俩就是那就是为了让人拿住拿到来他们要放权啊，他们要这里能做能再来投资啊。答案非常牛啊，他俩也非常大格。不是有震动吗？对啊，就是开了。中斗神，咩咩。
要惹我。决战。啊，出包机要发飙了。还整个弹出来，目标歼灭。Focus。蓝旗。一只而已啊，好，继续。
要举起啊。